是水蜜桃姐姐，我是瑞瑞，我是娜娜。我八岁了，我五岁半了。雅达路，我的意思就是让大家非常的开心愉快。但我觉得我的意思是说，雅达路也是鸭子搭着猴子。鸭子搭着猴子，其实雅达路猴的意思就是说，大家一起来，好开心，把快乐分享给大家的意思。对，差不多。是谁编的曲？我，瑞瑞编的曲，然后娜娜有一起唱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那个时候疫情，我们在隔离，都回不了上海，所以在隔离间很无聊，大家都看着 iPad， 一点欢乐气氛都没有。我就想说编一个歌让大家唱，大家会开心一些，然后我就编了这首歌。我赚完钱是想要用一点钱辅导一下我的服装设计师的店，再把剩下的钱留给所有需要钱的人。哦，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是不是？对。很多人都知道，我同学、全班同学都知道。因为学校有时候会请我去学校表演啊，给小朋友看，还有讲故事给小朋友。我半个学校的人都知道。五一五啊啊，摩天谁不害怕？五一五啊啊。那时候他们还没出生，所以他们是后面看那个 MV， 以前我拍 MV， 所以他们大概有听过。有一首我的宝贝呀，我的宝贝呀，我的小娃呀，不怕风吹雨打。这首歌是我先生瑞瑞，后面生娜娜之后，我写一首歌就送给他们两个，所以这首歌叫《亲爱的宝贝》。然后连现在我长大都会，我也是。每次我放了这首歌，他们说不要放，我们听了就会想你，也会哭啦。妹妹是非常可爱，但是有点调皮，爱多管闲事，有一点胖胖萌萌哒的样子。然后呢，很喜欢跟着我，就像一个小跟班。哥哥在你心中算是你心中的偶像。嗯，爱不爱哥哥？爱。妈妈借过一下。抽。好了好了，起来起来，不要再抱。非常可爱，非常体贴，非常爱我们的妈妈，是最世界上最漂亮也是最棒的妈妈。谢谢。你这什么意思？罗森便利店的歌。我最喜欢跟妈妈单独睡完觉，在床上一起撒娇，好可爱哟！呀呀呀呀呀！桃子、荔枝、葡萄、梨子，然后还有草莓，还有一个是披萨。那你呢？最喜欢吃菠萝，还有橘子，没了。还有奇异果。是前天我们在电话里让瑞瑞买一个星巴克的那个火腿芝士可颂，然后瑞瑞误以为那是他买的，他根本没有要过那个，那是我买的，然后他偏要吃。他，那是昨天，那是前天，昨天，不要吵架。很开心，很好玩，而且还有一段就是。用纸，刚才用喷的满地。哦，有亮片洒下来，是不是？那个觉得很好玩吗？对。那会不会觉得累呢？不会，一点点吧。有一点累，对不对？但是很难得的经验，对吗？对。我的感觉是，这是我人生中体验的第一次拍 MV， 有点紧张，有点怯场。然后呢，感觉自己很多地方做的有点不到位，希望大家体谅。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新歌。鸭大路好耶！即将发生的如果都在浆果。